谢有缘的您看到小编创作的文章，并不是什么作家写作，文采有限，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看这篇文章，如有不满之处定会慢慢改进，希望您喜欢。每天为大家奉献娱乐资讯，您的阅读分享关注就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，感谢 EXO 这个组合真是粉丝众多，这个组合也是众多女孩喜欢的一个组合，这个组合中的三位中国成员也备受大家的关注，往往网友把吴亦凡、鹿晗、张艺兴、黄子韬被称为归国四子，而在这被称为是三位中国成员呢，因为当中有一位不是中国人，只不过是外籍华人，这位就是吴亦凡，加拿大国籍。这四位在国内是大家所关注的，吴亦凡是率先离开了这个组合，再一个就是鹿晗，鹿晗之后是黄子韬，但是张艺兴还是迟迟没有解约，或许是因为某一些原因吧，但是艺兴还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国内，艺兴现在也是特别的受人待见，之前本来就是一个组合，网友们常常做比较，其实这几位都是小鲜肉之列的，吴亦凡给大家的印象就是高冷，让人感觉是很难接触，吴亦凡回到中国之后不能算他回国，他国籍不属于这个国家，也是各种代言没有间断，吴亦凡之前和虎扑是撕的厉害，还有在节目中的一个词被网络疯传，人气不减反增，再一个就是鹿晗，在这一段时间鹿晗可以说是娘炮的代表人物了，在回国之后人气是蹭蹭上涨，在和关晓彤公布恋情之后粉丝却是少了一部分，现如今更是一部电视剧，更是引起网友们的吐槽，现在也是一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了。黄子韬回国之后原先的时候遭到网友们的炮轰，尤其一部电视剧更是毁了经典，更是引来网友们的谩骂，在接下来的几个综艺节目中也是圈粉了不少，如果和前两位比的话有一点的差距，但是现在也是可以的，毕竟是小鲜肉的时代，张艺兴这一位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位，张艺兴为人特别的低调，在极限挑战的时候更是获得了大批粉丝，获得观众们的喜欢，艺兴看起来特别的萌，但是认真起来还是很帅的，最重要的一点，艺兴特别的爱国，自己的微博头像是中国地图，艺兴特别的谦虚，一直在学习演技，在好先生、沙海以及和黄渤主演的一出好戏都是配角，